Hello， 欢迎来到 DBS。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德国装甲部队早期的中流砥柱。没错，我们要来聊聊三号战车 J 型。那这么多型号的军车告诉我们一件事哦，这辆车在底子上本身就很优秀，德国才会不断的强化这辆战车。J 型三号在1941年开始服役，是所有三号战车中服役数量最多的版本，并优先由北非部队所装配，后续装备到对抗苏联的装甲作战部队之中。主要的改动在于车身正面的装甲提升，正面车身和炮塔装甲都来到50毫米的厚度。虽然说以中型战车来说并不是很优秀，但是当作二线的中型战车也算还行。部分 3J 后期被升级为三号 L 型，让三号战车渐渐的走入历史。那讲完了历史，让我们来聊聊这辆车在游戏中的表现吧。回忆的部分是这辆车提升最显著的地方，主炮换装成了铺马上面的一支50毫米战车炮，再加上炮塔的旋转速度大幅度的提升，所以玩起来体感还是不错的。然而虽然火炮已经进行了加强，但是你会开始面对更多的高阶重型战车和中型战车，例如像是美国的雪曼战车和苏联的 T-34 战车。对付这些车辆的正面装甲，你的火炮就相对无力。相对来说，唯一的优势就是装填速度会比较快，但是因为车身太低的原因，所以装填速度的优势也不是很明显。机动性的部分比先前的三号战车还要差，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装甲些微的加强了，相较于其他中型战车，机动性渐渐不是你的强项。装甲的部分正面为50毫米，那侧面为30毫米，车身后方的装甲也比想象中的还要好，只要好好的摆脚，整体的防御上来说还算是中规中矩的，与先前的三号战车保持一致。而这次是因为分房的升级，所以装甲的部分会遇到越来越多困难的挑战。雪曼可以轻松地打穿你，但是遇到装甲力比较差的苏联车，你的装甲还是不错的，近距离几乎不会有防御上的优势。你的炮塔环装甲只有15毫米，基本上防空车对你来说也算是个威胁，所以还是会建议把距离拉开。总结来说，这辆车的性能可以让你在对付低阶车的时候玩得蛮开心的，毕竟你的高装填速度来对付没有装甲的低阶车一点问题也没有，但是当你对上等级比较高的中型战车，那你就会遇到非常难过的情况。尴尬的地方是雪曼的机动性与你相当，但是有锤稳，有强大的75毫米炮，那科隆威尔呢跑得比你还快，火炮也不差，那 T-34 你基本上完全打不穿了，所以这辆车基本上遇上高阶车是没法打的，要非常认真的打弱点，或是用后效很烂的 APC 啊。那在影片结束之前，告诉我们你最喜欢哪一辆三号战车吧。我们是 DBS， 我们就下次再见喽。